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书法。在上一讲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就书法作品和文字内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那么今天呢，田老师，我们今天想就这个书法风格问题谈一谈。有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平常呢看到许多的书法作品，有一些呢非常像古人的风格，同时呢也非常的优美，但是有一些呢就风格上跟古人非常相似，但是从美感上呢却又有很大的欠缺，那这是为什么呢？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很有普遍性，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呢说来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首先说啊，一篇书法作品它的风格很像古人，这个没有错误啊，不应该因为像古人的风格而遭到非议。因为我们在学习古人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有这种啊研习过程，当然写的不像古人写的很好也可以，但是像不像古人这不是关键问题，好与不好是个问题。你不像不好也不可取，你像的不好同样不可取。像你谈的问题主要是既像古人风格而又不好，这个问题很严重。实际上这是在临帖临碑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后来的书法作品上，就是临帖临碑的时候不得法。因为我们知道古人呢书法不仅有风格存在，它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法则存在。那么你临帖当中没有把法则继承过来，只是把它那个风格表现，实际那是皮毛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没有拿过来，因此呢这些东西一旦表现出来的时候看到很像却不好，而古人东西它却很美，原因就是它里边的那个基本框架美。所以学法的时候要把里边最关键的骨架要掌握过来，没有这个东西不行。而往往学习书法的人常常陷入一个误区，被他的风格所迷惑。因为古人的这个书法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他呀既然有风格特色，在风格特色的另一面又隐藏了他的不足的方面。比如说啊，拿颜真卿和赵孟頫来相比，这两个人的风格迥异啊。颜真卿的字呢雄强豪迈，老了啊，很泼辣。赵孟頫的字呢华美多变，富有书卷气，颜美多姿。这两个人呢从风格上差异很大，但是呢两个人内在的东西统一体是他们俩在法则上都具备坚实的功力，在学养上都是很高深的。而学他们的人这两者是最难学到，就是他的法则和他的学养最不容易学到，因此把他风格拿来，一旦只把这种风格拿来之后，颜真卿的另一面因为老了苍劲啊古朴沉朽这些东西的另外一面可能给人会感到粗鲁，因此在古代就有人批评颜真卿，说他的字是像天间插手的大汉。这是在说明他说他粗鲁一面，说赵孟頫呢过于俗媚啊，而且过于软弱，这都是在批评他的另外一面。然而这些东西他在他们身上有时候表现却像是个优点一样，被更多的人认可这些东西。于是我们就想到这个，比如说西施的病态，妲己的怒容，本来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却在美人那里边这些缺陷也成为一种美，因此有东施效颦的这个典故吗？当然我们学习书法也是这样，在他那里可能是这种病态的东西也是美的，可是到了你这里之后没把真正法则学过来，只把病态学过来，这就糟糕了。因此你很像你很不美，所以要提高悟性，增加理解力，这是实实的在在的在完成作品当中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要求他的那个根本性的东西，不要只是在皮毛上学着一点东西就随便使用。
就是从临帖开始就应该下功夫。对，是这么一个问题。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平常呢看您写这个在给我们演示的时候，楷书您跟我们讲过要叠格，有时候要叠格，有时候要打格，这样是借格。对，那么从这个行书和草书上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计算呢？也是应该有的。但是计算方法不同对于楷书啊、隶书啊、篆书这类的书体啊，它是静态的，它是那个一般的是用方格或者是长方格等的来计算的，所以它呢比较公式化。具体到行草书呢，就不是这种计算方法。因为行草书的随意性很强，所以当我们完成行草书作品之前的一种预算方法，首先对纸了解，比如说今天拿了一张纸是适合写中长啊，或者是适合写对联的，还是什么这个条幅横幅的，要首先弄明白你写的词句和你这张纸它大概的一个比例关系啊。比如说我们通常见到的中长是1:2的比例，比如整张宣纸是24尺分，那仍然是个1:2的一个关系啊。那么你要了解你要写的这个词句内容它是多少字，这个字数要弄清楚。但是有些个初学者呀，或者对于诗词之类的不太了解的，你看得很这个繁琐的，他拿着一篇字过来之后先数数啊，这一篇字从到尾的点都有多少数。比如拿给我们唐诗来，他想写一篇诗，结果数数这个字数不行，数数那个字数不行，那么翻来覆去这样很耽误时间，应该提前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要写个五绝的，有时候诗啊，五绝的那就是20个字，要写七绝的就是28个字，那么七律呢是56个字啊，五律呢是40个字。因为我们写的这个写字的一般题材大部分都是诗词，所以你对这个情况非要熟悉啊。比如涉及到词里面来讲，比如说这个词牌当中的水龙吟啊是102，沁园春呢是114，啊鹧鸪天呢是55，这个其他的临江仙之类就是60，啊这个蝶恋花是60，这个都要弄明白，你到写的时候就很轻松的。要不然的话就挨一篇去看挨一篇去查就很麻烦。对于自己要写的内容，就自己这个纸张情况就都要胸中有数。这是一种啊写字之前应该有这么一个安排和预算。那您谈到这个计算的问题，我们感觉呢看到很多古人留下来的字迹上呢有很多勾画的地方，似乎没有什么计算呀。你提的那个呢是古人的无意之作。古人很多的这个字帖啊留下的一些墨迹吧，他当初啊在主观意识上不是一篇作品。比如说兰亭序也好，是郑作位也好，欧阳询的补上帖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写错之后呢就勾一下啊，这个抄错之后旁边点一些个点儿啊，再落几个字呢旁边跨上几个字，这些东西呢不失为率真。但是呢从作品形式来讲不好。尽管说我们现在把它当做了书法宝库当中的明珠，但只是从它的书法水平上来谈，而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作品，比如说你参加一个大展大赛，你写错字就画个圈儿，你落一个字的话旁边点个就点几个点儿，或者是跨上几个字东涂西抹的，就失去了一篇作品的严肃性。而我们今天不是谈的书法作品吗？那么就这个问题呢应该有另外的一种看法。那据我们所知呢，清代的傅山曾经说过这个似命似物。其中有一句就是说宁真率勿安排，那我们所说的这种计算是不是与他所说的这个有所矛盾呢？这个傅山呢讲的这似命似物啊在书法界的影响很大。那么他讲似命似物呢，就是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华，宁真率勿安排啊，是这么讲的。他讲这些话呀，我们首先从哪个角度去考虑他？他是在讲啊，这个两坏相较而择其轻，
讲这个问题，要弄明白。因为啊，比如说丑宁丑勿媚啊，丑与媚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媚比丑还要糟糕，因为丑还仍然有一个坦率的意思，而到了媚的话，就有一种伪态，一种妖态，所以这些东西它比丑还坏，所以在两坏相较的都不可取当中，如果必取其一，也只能是取轻一点，问题稍稍这个不过不太严重的一方面。所以呢，他举的这几个例子，宁这样勿那样，实际上是在没有办法情况之下。嗯。所以如果把宁丑勿媚，我们就是为了反对媚，把字都写丑了，那就不用再学习书法，是不是？那学习书法不是为美吗？这里不要忘了美字，美字是核心啊，丑和媚都不是。我们具体说到后边这个啊，宁真率勿安排，他这个安排二字啊，是指的真率而言。那么真率呢，也就是坦率啊，率真啊，天然啊，是这么个意思。那么你这种指的安排，不是说我们提前这种计算，是说的在写字过程当中的那种造作，这种安排指的造作。嗯，我们可以边写呢边谈一谈这些个啊，举些例子吧。嗯，比如说有这么一幅这个联语啊，传家有道唯存后，比如就举例说啊，这种造作的表现，比如说这个传字已经写了一个比较大的字啊，那么接下来他就考虑第一字已经大了，第二字就应该小一点，于是在加写说呢它小了一点，那么再写呢写有字呢他希望呢再写细一点，以示区别，传家有。那么道字写时候呢，他又考虑啊，再写的这个放纵一点，有道啊，唯存后啊，唯字呢写一个草字，以表现稍稍的那个轻松点的意思啊唯啊，存字再写粗一点，因为中间这些字大的浓的墨少了，就改成一个这样唯存后啊，唯存后，所以后字呢又开始写小了，这样写来写去就给人感觉着是一种造作安排。古人写的字也分大小分轻重，也有这些变化，而是那么的自然，那顺笔往下流，到哪就是哪。如果一边写一边想字形的美与不美，这样字字计较吧，那么就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这种安排造作是不好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啊，比如说这个刻意的去这个求取一些个其他的一种美，比如说希望文字上的变化，同样字比如一字多变，因为一个字呢在过去古碑帖当中有些个别字异体字啊，碑板上呢出现的一些东西，把这些字翻来覆去的，甚至把篆书楷画把隶书楷画，这些实际都不可取，以此为能也是一种造作安排。嗯，比如我们说毛泽东有一首词啊，叫卜算子咏梅，这当中呢有几个春字反复的出现，为了表现自己的水平，所以就把这些个字写的都不相同，把几个春字变来变去。比如说啊，风雨送春归啊，这个春字呢开始第一个写成这样的，风雨送春归啊，风雨送春归，那么第二句当中呢，飞雪迎春到啊，再写到这个春字时候，又写成这样三个十叉，实际上面是个会字啊，又写成这样一个春啊，飞雪迎春到。后边呢，当然不衔接着啊，比如俏也不争春啊，俏也不争春。这春字呢又写成这样一个
上面像是个屯字一样一个日，嗯，啊，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啊，只把这春字加一草头，底下基本跟第三个差不多，还是念春字，只把春来报。那么写这一篇字当中呢，几个春字啊都是不同的，啊，以为这是一种本领，实际这太简单了。把一个书法看作是不同几个字的这么啊一点变化，哪来就不可以？所以，著名书法家冯谷曾经说过，啊，变与不变，啊，这个啊特意强求变与不变，皆是一方死法。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十分可取的东西。当然，书家呢有时候可以在这当中啊随意当中有些变化，这都无所谓。但是不一定非得要让它不一样，比如说要想不一样，像这样的春字还继续可以写，比如这样写也是春，这也念春，嗯，啊，这个下面的日字啊改成眼目的目也还是春，春字这个上边这不出头这还念春也是春，这个写完一个上面是个会字之后再多加一横底下这样写也还是春，再写八个也没问题，但是这些个作为一种本领就太浅薄了啊！所以在造作当中，民国时期或者清代的一些个书家们当中也常常以此为能，这也是不可取的啊！所以在造作方面会有很多的表现，嗯，而今人呢的造作呢跟这个就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表现，在他在模仿古人的另外一面，比如古人那些个支离破碎那种啊坦率啊那种啊这个无以为家的东西，哎，他去模仿那些东西，就是模仿放在作品当中仍然是又一种造作，嗯，啊，你比如说啊，比如说还写刚才川家有道为村后啊，我们这比如说写草书啊，川家有道为村后，川家有道为村，写到这之后呢应该为村后啊，他故意的写错了，他写个村为后，村啊为啊后呢就写了个后来的后，比如写错了，他故意写错了，然后他拿笔啊勾一下，勾一下之后，然后在后边再写上啊，是这个为啊，这个存啊，是这个后，哎，这种勾画一下的感觉，让你看着非常的自然。实际上他是故意的写错了，嗯，啊，然后比如说处事无奇但率真，他又写了，写到处字之后呢，士字呢故意不写，哎，然后。无字也不写，处事无奇，写了处奇但率真，写到这儿的时候，然后在旁边再跨几个字，表示自己啊忘记了漏掉了，然后就是处事啊无奇，哎，以表示哎我是完全不精心，其实是另外一种媚俗，另外一种造作，这样作品拿去让人看，让人一看你就是故意的在那卖弄一种。卖弄的这种自然，实际是更不自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仔细看这纸上有格啊，比如说我们稍稍的这个啊，轻轻的划一下啊，这是格啊，这是格，在写的时候呢，故意的写到格外边来啊，比如说啊，这个。读书岂为名传世啊，读书岂为名传世，名传世，做事为私利及人，本来就应该写到格里来不就完了吗？啊，不，偏偏往外写，读书岂为名传世，做事为私利及人，利及人啊，如果下边再写的时候仰天但使心无愧，就跑到这边来了。明明是这一行，写这边来，让你看，你看我多么自然，我不计较他的这个工拙，这些个都是故意造作。
因此这些东西并不可取。那田老，您再给我们演示一幅中堂好吗？好。这个咱们再写一张字。上次不提到这个书家提倡写字作诗吗？当然是这个我呢也喜欢这个旧体诗，写的不好。我呢写了一首旧体诗，是个这个七绝。这个主要是呢，我是涉及到马三立先生，相声艺术大师马三立呢，不仅的这个艺术高，而且呢，这个做人呢非常的这个坦率，而且呢淡泊名利，我对他很敬重。他和我的父亲伯父他们都是好朋友。我曾经写一首诗，赠给他，以书法的形式，今天我把它写出来。好的。现在写的这一篇中堂啊，是近乎赵体的一篇行书。我们谈谈呢，就赵体字的一种理解。写赵体字啊，必须要注意一点，叫历界漂浮，应该在流畅之中不失筋骨，在细腻光滑的笔画当中呢要增强力度。尽管说啊，这个赵体字呢它以圆笔为主，但是同时要兼用方笔，如果一味的圆笔就便显得油滑。因此说赵孟頫的书体是方圆兼实的，但是以圆为主。那么写赵体字呢，整个的过程一定要注意扎实有色力，就那个笔呀，跟着纸要挂得住，要用得上力量。在这个武术当中啊，有一种功法叫做借物使力。那么我们呢也是用毛笔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不要把笔摁得太靠下，好像用这个竹棍呢在和这个桌子在对话一样，那就不好。就是把前面一点毫锋啊充分的发挥起来啊，看似啊用不上力量，实际上这里却有很大的潜力可做。用毛笔的时候呢，最好不用纯阳毫。纯阳毫啊过于软，在写赵体字的时候，因为赵体字比较缠绵，如果再用软毫笔去写赵体字，就容易出现雪上加霜的那种不理想的效果。我们也不要以为凡是这个比较绵肥的字就一定是软毫所写的，其实不然。比如说清代的刘墉，他那种字体表面看来很肥腴，实际上是用狼毫笔写的。这个落款呢也有讲究，我们不管这个写什么书体，落款之处呢要在风格上尽量的和正文保持一致。那么包括篆隶在内，倒不是说的字体必须保证一致，要让你感觉到它的风格上是一致的，前后气韵才能贯通。师曾马三立先生诗为己卯秋日，于海河之滨，下边是我的这个签名。这首诗的格式啊是旧体诗当中的七绝的一种格式，现在把它念一遍。富贵不淫自率真，无嗔无怨对红尘。一林经纬匆匆客，潇洒三翁此一人。
好，观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把书法作品的风格呢向您做了一下介绍。那么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就书法作品形式当中的对联给观众朋友细致的讲一讲。是这样。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再见。